炎炎夏日想要来场日光浴，又怕眼睛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，除了盖帽子、盖毛巾、盖报纸，现在又有更舒适的选择啦。澳洲的 HTG 公司研发了一款迷你遮阳罩 Shader， 能挡住脸部阳光，且可伸缩折叠，方便携带。更重要的是，下方有个泡棉枕，枕头夹层还可放冰袋，清凉一下。这款遮阳罩还善用了日光浴地点阳光充足的特性，设计了太阳能面板供电， USB 插孔可以用来插小风扇，加强凉爽程度，当然也可以让你滑手机或听音乐充电用啦。如果把枕头拆开，下方有六个孔洞可以放饮料，完全把海边的需求都想到了。就算不想躺在沙子上，也能把遮阳罩安装在躺椅上，让你的日光浴更舒服。这款商品目前还在 Kickstarter 网站集资中，集资的金额已经远远超越目标，每组早鸟价50元澳币，不过11月才会开始陆续出货，可能得等到明年夏天才能派上用场了。东新闻报道。